所有的障碍都扫除了，接下来只剩最后一件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躲在他的身后，一直在逃避，但我已经无处可逃了。我必须保护他，只要我还一息尚存，就绝不会让你伤害他。看来，这就是你的选择。终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天哪！